看一下咱们家的这款高配版九瓶花盆切割机啊，喜欢切割九瓶的朋友啊，可以考虑入手这一款哈。这一款咱们是用的是304的实心的不锈钢光轴啊，直径这根光轴的直径为16毫米啊，16毫米的不锈钢光轴。机头咱们采用的是直线轴承啊，看一下，非常的顺滑哈，直线轴承。电机架咱们选用的是3毫米厚的不锈钢啊，白钢作为它的电机架。电机咱们选用的是每分钟转速高达9000转的双出轴电机。这是一个切割片的挡板啊，护罩就是。切割片呢，咱们选用的是4寸直径100的切割片啊，底板为铝板啊，可旋转。看一下啊，可旋转哈。这款可调节的啊，上下可调节啊。360度的旋转，这是一个锁死的装置啊，锁死之后非常的牢固啊，看一下，对吧？非常的牢固啊。现在这款咱们赠送什么东西呢？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。首先咱们送你一个开孔器啊，咱们切完酒瓶之后，在它底部需要打一个孔啊，这是一个开孔器。然后咱们送一个锯片，机器上一个，咱们再送一个啊，一共是2片锯片。然后就是扳手，一共是5个。啊，这是一套扳手有5个啊，还有就是一根滴水管，然后咱们再送一个超大型的护目镜，保护咱们的双眼啊。咱们在切割酒瓶的时候可以戴上这个护目镜，以免这个弄伤眼睛啊。现在有需要的朋友啊，只要你现在购买，这些全部送给你们啊。点击我的视频左下角黄色购物车，直接去下单就可以啊，下单这些全部送给你。